我好像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又有一只可以升五星的，大丰顺了。今后减少士兵升级费用，那后面有什么有用的吗？首次登场这个几秒钟而已，基本上没什么用。启动，这个是不是要在场上才有？好像不太有用啊。反射，画我，明明是中文看不懂。较一般攻击更长时间，能使敌方麻痹，可再次反射攻击更多敌方。哦，可再次反射攻击更多敌方，就打到一个敌人可以连锁这样吗？增加攻击的持续时间。哦，看不懂。然后后面就那个超越的。也不是哦，什么那一面的热情加等级的，那最后才是那个超越的勋章，好吧？它有减少士兵升级费用有用，然后这只可以拿到的关卡，它还要找吗？其实在这边直接。然后反上来就好了，还要找，啊，找一下，大丰顺的，这前面都没有，有九之一，四个。16之5，三个，这样还有四个，18之10，三个，这样还有一个人还要找吗？我在这边25之16，一个，好吧，这差不多就这样啦、啊。